罗汉松，罗汉松，罗旺子，罗旺子，查谁？好像可以的，yes， 克莱尔的那个赛车比赛啊，第三场突然撞到路，就警察突然冲刺，结果反而警察冲刺就是把后面那些车手全部都卡在后面，就一路顺顺的跑到终点。赛车蛮好跑，蛮好跑，想办法被通缉就好，这样。他机长在犯罪只是说承揽，他就。哎、欸，这个游戏，你要不被通缉很难吧？那个车这么滑，很容易撞到路人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在撞路的，你都在路人的。
опять этот раннер! Yes, got it.